马总说我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拍个视频，学习狗狗护食。当主人在狗狗面前学习狗狗护食，看看狗狗是啥反应啊！跟个小龙虾一样，马总。 我护食的你都打我，那你护食我也打你。哎呀，脸给你抓了。啊，眼睛。哎呦我的天呐，马总你轻一点，你爪子跟熊掌一样，可有劲儿。打我！这玩意儿啊！你知道你爪子在我脸上抓几下可疼啊，毁容了都。 毁容了都，你本来都有容嘛，你还毁容？怎么一点用没有啊？吃了？我吃了一口，抢了一口，没有一点微小力。天哪，你这表情够狰狞，但是马总一点都不怕。马总说：“就是今天抽了吗？今天主任抽了吗？今天我不能跟他玩了，兄弟们，你看那给我抓的，你看手上抓的，我去，你脸上有没有到的？脸上也有，脖子里也有。哎、抓的我太疼了，我不能跟他玩了。大家看一下他胳膊，大黑的胳膊被抓的不成样。脸上有没有？脸上、脖子里都是道子。所以我不能跟他玩了。马总抓的太厉害了，我这护食没有，他打我。再护下去，大黑就没了。大黑。又来了。” 他给你吵嘞，你给他吧，没用，没有屁用，再护下去你都废了。哎呀，我去，傻狗。